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应海荣。北风阵阵，又是一年秋草黄。或许是因为淅沥的秋雨、枯黄的秋草和飘零的秋叶，古往今来多愁善感的诗人们啊，逢秋便感到悲凉。自《诗经》中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荒凉寒意开始，到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郁郁寡欢，从“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”的茫然，到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疲惫与孤独。历代文人留下的感伤之言，为这秋日仿佛又增加了几丝怅惘。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也在秋风中留下了一首词作《浣溪沙》，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。《浣溪沙》，清，纳兰性德。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。沉思往事立残阳，背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。当时只道是寻常。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《浣溪沙》，这是一首悼念亡妻的悼亡词。纳兰性德的妻子卢氏是一位多才多艺、多愁善感的女子，可惜婚后三年卢氏难产而死。时光荏苒，又是一年深秋雨后，院中的黄叶零落一地，独景思人、哀伤怅惋之情涌上了词人心头。那是在一个深秋的季节，词人独自倚靠在小楼西侧的轩窗上，此时夕阳西下，正是凄凉黄昏时，远处西风渐紧，些许寒意袭人。如若你还在，这时候你一定会为我披上一件衣服，而且还会叮嘱我不要着凉生病了。似乎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已经没有人来关心我。现在谁又能知道寂寞的我在傍晚日落时分，一个人在西风里面对夕阳，望着远方，默默地发呆，想着过往，想着有你陪伴的时光。曾经一切是那么的美好，仿佛就在昨天，又仿佛像在梦境里一般。窗外风中那萧萧黄叶飘落而下，此时此刻生不生病已经不再重要了，只怕心中更生悲凉，还是把窗户关上吧。依稀记得那年的春天，我从府外回来，喝醉了酒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恍惚中看到你默默在床边照料着我，轻轻帮我盖上被子，生怕惊醒我的好梦。这样的情景相比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赌书的情景也相差无几。他们夫妻二人喜欢一起在饭后沏茶看书，常常会比赛看谁的记性好，一人吟诗或背诵，另一人呢要准确找到出处，对着满房的书指出哪一本、哪一页、哪一行，谁说得准就举杯饮茶为乐，以至于乐得茶水泼了满地，房间里弥漫着茶香。那种生活是何等自在和快乐呀。曾经以为那是再也寻常不过的小事，如今却再也无法重现了。唯独能做的就是在夕阳西下时，在风中道一句珍重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萧索的秋风不光吹落了片片黄叶，也为人们平添了几分愁思。明代画家唐寅便将这份愁思诉诸于笔端，创作了这幅《秋风完善图》。在这幅画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侍女手执完善，侧身凝望，而眉宇之间流露出了幽怨怅惘的神色。就画中人物的形象而言，手执完善的侍女高梳着发髻，美丽端庄，亭亭玉立。不过凝目远望的神情透露出佳人感伤惆怅的心理情态。侍女漂浮的披巾和裙摆也显示出秋风萧瑟的季节特征。画中的背景极其简明，仅仅画有坡石一角，上侧有疏疏落落的几根细竹，大面积空白给人以空旷萧瑟、冷漠寂寥的感受，突出触目伤情的主题。就画作技法上来说呢，整幅画笔墨富于变化，含蓄而有意趣，画法兼工代写，人物的勾勒、弧石的渲染极其熟练、流利潇洒。全图用白描和双勾法，衣纹线描流畅挺静，衣裙圆笔勾描精细柔和，以淡墨染衣带，衣带呢微微飘起，点出是秋风正起的时候。丛竹双勾用得恰到好处，形成了生动的墨韵，弧石以水墨自染，形成刚柔相济、工写结合的艺术特色。在画作的左侧，画家题有诗文：秋来完善何收藏，何事佳人重感伤，请把事情详细看，大都谁不